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潮的亮哥。现在如果说起少林武圣，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一龙。说起一龙，想必说他好的也有，说他不是的，估计也是一大堆。今天一龙之大，网红的事件，更是闹得沸沸扬扬。其实少林寺除了一龙之外，还有三个一龙的师兄弟，像一成、一虎、一豹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由一龙的师弟一虎对阵肖鹏飞的比赛。一虎曾获得少林寺武术冠军等等。值得一试。一虎是少林寺官网唯一承认的搏击选手，而这个肖鹏飞则是一名跆拳道教练，可以说实力也是不容小视的。 少林武圣对阵跆拳道高手，到底孰强孰弱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。比赛开始后，一虎很快就抓住机会，一记接腿摔将肖鹏辉直接抱摔倒地，而后一虎以高扫外加连续重拳继续把他追杀。紧接着一虎以凶猛的低扫暴踢肖鹏辉，不过肖鹏辉也毫不示弱，马上以高扫还颜色。接下来肖鹏辉再次惨到一虎以凶猛的低扫暴踢，而后双方马上进了激烈而又凶猛对拼。紧接着肖鹏辉以转身后排腿暴踢回击一虎。 接下来，一虎以后手拳外加抱摔打了夏鹏辉一个始料未及，而后一虎侧身追击，以连续重拳重击了夏鹏辉的头部。紧接着，当双方缠斗抱在一起后，夏鹏辉被一虎再次抱摔倒地。结果站起来的夏鹏辉就开始做出非常夸张的动作来挑衅一虎，不过一虎并没有放在眼里。第二虎要开手，双方二话不说，马上进了凶猛对拼。接下来，一虎利用自己的力量将夏鹏辉又再次抱摔倒地。不过夏鹏辉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马上以连续扫踢踢了回去。 而后被一虎连续重拳暴揍的肖鹏辉竟开始摊手来挑衅一虎，这直接激起了一虎心中的斗志和怒火。紧接着，愤怒的一虎以连续重拳将肖鹏辉渐渐逼到了围城边缘，但是肖鹏辉的挑衅依旧还是没有停歇。接下来，一虎一记后手拳将肖鹏辉击倒，而后肖鹏辉尝到一虎以说明的顶级暴踢，紧接着一虎用出了一招少林功夫去暴打肖鹏辉。接下来，肖鹏辉竟直接一拳打中了一虎的后脑勺，一虎也向裁判示意，但是裁判似乎并不理会。 而后，愤怒的伊虎以重拳险些将肖鹏辉直接打出擂台。接下来，伊虎一记后手拳将肖鹏辉击倒，伊虎马上追身上去，结果却被裁判无情的推倒，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，最终经裁判分级判定，肖鹏辉获胜。这确实也让观众们有点不解。赛后，伊虎也提起了申诉。全场比赛下来，肖鹏辉被伊虎多次抱摔倒地，并被两次击倒，而且在三个回合的较量中，肖鹏辉多数都是处在挨揍的局面，结果还能获胜。 其实，先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，但是至少一五在比赛中打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。或许一五最终是败给了裁判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。看精彩体育赛事，有我大手相伴。我们下期再会。